太难受了。然后呢，明天白天三元店给大家播。啊，老铁们，你们不用送礼物，啥礼物都不用送。啊，我跟大家打声招呼啊，证明三文爹啊始终都在牵挂着大家。好好歇一会儿啊，好歇一会儿。哎，知道你就喝多了，跟大家打声招呼啊。然后呢，明天白天给大家播。手机没有电了，手机还没有电了。哎呀，充电器还他妈丢了。看看我们家的小宝贝儿，像老四吗？像老四吗？看看我们家的小可爱们，也是小眼睛睁开之后跟老四真像。这小眼睛一睁开呀之后啊，跟人家老四真像。睁眼睛了，睁眼睛了，睁眼睛喽！老二也眯眯一个小缝儿，大家不用送礼物啊，兄弟们，悠然么么哒。大家咱们给悠然么么哒点点关注啊，不用送礼物了，不行了，我他妈坚持不住了，我靠了，我有点多了。老四，行了啊，悠然么么哒啊，大家给悠然么么哒点点关注，大家不用送礼物了。咱们三文家不用送礼物了啊。我还以为你不开播了呢。兄弟姐妹们，咱们不用送礼物了啊，好吧。三文爹跟大家打声招呼啊，看看我们家老四，老四，看我们家老四，看看俺家三文，看俺家老大。感谢海蒂干妈啊，谢谢海蒂叮当啊，等五分钟再下。咱家小宝宝们都睁眼睛了啊，兄弟姐妹们，明天白天三元爹给大家播啊。跟大家说声对不起，昨天由于语言违规啊，由于那个语言违规啊，造成了大家今天看不了我们直播啊。跟大家说一声深深的抱歉啊，深深的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，老铁们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。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，然后我这就准备下播啊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问一下，你怎么给狗萌萌？以后要谨慎呀，老爷，以后肯定要谨慎呢。昨天是由于黑粉的原因，兄弟们啊，三元爹就有点这个嘴啊没把住门。为啥喝多了？哎呀，说来话长啊。下播休息吧。我喝不了多些。感谢安琪尔七喜啊。下眼泪的不知昨夜多久，让我依依不舍的
不知你的温柔，我一路还要走多久？太不容易了，我感觉我这一出有点不太好，我感觉我这一出有点不太好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我现在直播呢，你好，小宝宝们都睁眼睛了，兄弟们姐妹们，明天三文爹明天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播吧，好不好？明天中午的时候给大家补上这一场直播 ，OK 不 OK？ 哈了哨不哈了哨？哈了哨，哈了哨。哈了哨啊，哎呀，养生早休息，明天三文爹给大家播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辛苦大家了，熬到这么晚等待三文爸爸直播，结果直播了不到十分钟就下播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了兄弟们，明天白天三文爹给大家播啊，明天中午12点左右给大家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明天看小宝贝们睁眼睛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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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悠然么么哒，大家给榜一这个大美女点点关注啊，给榜一悠然么么哒这个大美女点点关注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一号麦啊，万水千山总是请给个关注行不行？